本期讲解一个外面卖118的大麦演唱会全自动定时抢票软件啊，包含使用的视频教程啊，全网一张图，剩下全靠猜。这套脚本确实不够泛滥啊，正版卖100，倒卖得20到30块钱啊，本身是开源的，所以不存在卡密之类的，无限倒卖啊。教程录制了，全程怎么安装、怎么设置、怎么带下，还有闲鱼目前的市场行情，目前支持iOS 端、安卓端、PC 端三端可用，并且不用越狱啊，无限制全开源。大家看看，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啊，就是这个压缩包，包含脚本，还有这一个使用视频的教程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大麦演唱会啊，或者是大麦演唱会全自动定时抢票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